上来的啊？不会从阳台里翻上来的吧？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你跑到我房间里来干嘛呀？想偷东西还是找证据？这个流氓，变态！这怎么是你房间？这我房间啊！不是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跑我房间里来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你安安静静走吗？你来我这儿找我干什么呀？我是跟你说了，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奉陪，随时回答你，但仅限于法律问题。OK？ 停！你房间，看清楚了，606，这是我房间。你看清楚了，606，这是我的房间，好吗？我也是606啊。缺心眼设计的房卡呀！你以为我想到你房间里来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现在就走。干嘛？我没想碰你。你能不能把衣服穿好再走？你出去之后，别人看你穿成这身从我房间里出来。不要。啊？我一分钟都不想跟你多待，哼！还不哎，你这谁啊？徐律师，睡了吗？我正找他有事儿。